是因为用你姐姐的命才换来了你的到世上来的命运。姐姐都感觉到你的好，她晓得好。因为我虽然我这辈子我对比她。他哥哥姐姐在的话，姐姐在的话，可不能有他。我们这辈人都不可能有这辈娃。他是姐姐的代太子。哎，你是需要我，你如果说你不需要我的话，打你们的枪！我问你的，哪没的？为啥子不说呢？